今天的幻想调整，姑娘们从排球馆走向了绿茵场。来，舞蹈老师，松子，哇，林丽、小雨、小彤，牛逼！晴霞、小圆、小梅、曾，我。来，你们分开组啊。这样难得的场景让主教练郎平也赶紧拿出手机记录了下来。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是挺厉害的，挺有才的。今天训练前的热身，教练组安排了户外跑步，分为400米冲刺跑或者800米跑，队员自由选择800米跑。二传组的丁霞第一个冲过了终点，紧接着是几位副攻手，而中国女排唯一的00后小将主攻组的李盈莹落在了最后。靠力量取胜，我们主攻是靠力量取胜，我们跑的是最快，我们有猪。今天训练的游戏环节，队员们按照年龄集结分组，两个队隔网扔球，以准确打中标杆数最多的队伍获胜，输的一组接受小惩罚。在躺地传球的这个小惩罚环节，31岁的曾春美显得不太得劲儿。在丰富训练内容、增加趣味性的同时，加强对攻训练和队内的模拟比赛，尽可能保持队员们的比赛感觉，